容嬷嬷扎针可以吗？可或者以，是紫薇市民可以吗？可以，你表演啊？我输了的话我表演。那我说了，我表演。我好，肯定可是用以，可以，那个可是不以，是？可以，可以。好的只是你呢。这么漂亮，我怕我扎不下去。不，扎吧，用力扎。闭 麦了，猛男！你们为什么那么执着于毫米呢？啊，不要求直径的吗？我们家的筷子有20毫米，不对，我们家的筷子有25毫米，250毫米，那也不行啊。哥哥姐姐，咱们上一上，我们家180们、猛男们上一上。我懂的才不多，我只懂一点点。不要乱说话，喂，你不可以侮辱我啊！不要企图用一个墨镜来蒙蔽我的双眼呢、不要乱说话，我什么都不懂的，是你们自己在带节奏啊！谢谢床爷，这边没闭麦。谢谢林峰，感谢豆豆。为什么不闭我的麦呀？这样我不好发挥的。谢谢豆豆的人气飘飘，谢谢哆啦 A 梦，谢谢豆豆，哆啦 A 梦，你居然还是哆啦 A 梦的头像，我真的好喜欢哦！谢谢你的人气飘飘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众筹一下好不好？让对面赢，对面输了我扎他。我会加油的，感谢范范青创业，谢谢小老鼠，还没闭麦呀、小姐姐，你咋不闭我的麦？你这让我没法发挥。我要偷师学艺，我要学你。我是个搞笑女，我在跟他们搞笑。好像我就是颜值主播似的，我别人都说搞笑女没有爱，搞笑女没有爱情啊。可是我们家全部都是180的猛男。180算什么？我们家都是140的。我说的是厘米。哇哦，这车开的！谢谢谢谢唐远的墨镜。我说的是米。180米那是擎天柱吧？小姐姐，你受得了吗？那你把你们家地标给搬回家了吧？谢谢青芒，谢谢天灵盖给戳穿了，那不舒服。闭麦了，小姐姐，我拉个票。咱们冲一冲啊！我们180的哥哥呢？夏天工作室啊，暗自内心的想，谢谢夏天啊。感谢王文博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搞笑女的魅力，连对面直播间的气氛咱们都能带到啊！咱们180的哥哥，谢谢小轩的红衣。感谢我伯伯点赞，谢谢文博点赞。对面有大哥，我们冲一冲啊，我们守一守啊，守一守啊，守一守，守一守，守一守。我要哥哥姐姐，咱们帮忙守一波塔好不好？守一下塔，守一下塔，要不然我又要被他炸了。
因为他要容嬷嬷加我，谢谢王文博，感谢星星。我们最后三十秒了，我们守一下，守一下，守一下。对面有大哥在的，我们守一下。谢谢晶晶，谢谢我晶晶，谢谢你送出的星星点灯。感谢洛瑶的星星啊。再说实话，对面不闭麦，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发挥，主要是我怕人家不知道我的风格，就觉得我有点刻意，觉得我很刻意。谢谢空空的跑车，哇靠！谢谢空空，谢谢金姐，谢谢范范团子、小老鼠、洛瑶、淡漠、小轩、王文博、豆豆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那个姐姐，你们家大哥怎么了？手机卡了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家大哥不在，我可以给你搞个关注，到时候我来报仇吗？互关一下。可以，因为我觉得你很好玩。这就是搞笑女的魅力啊，男女通吃。对对对，等大哥回家了之后，我来找你报仇。那我等着你，走了。OK。哎，还没有呢。谢谢空空，家人们，咱上才艺吧，上才艺吧，好不好？上才艺吧，我们家哥哥姐姐这么支持我，咱们来一波紫薇的弹唱。谢谢精灵风信子，感谢灯牌。对啊，我是第一次早上播。惩罚他，人家没破百，人家就不发了吧？他没破百，我们就不罚他了。他没破百，咱们家有点。谢谢空空啊，感谢空空的两个跑车，给我们家空空来上一波才艺。他没破百，我们不好意思啊。那规矩的话就是没有破百就不能罚了。谢谢广西七七，感谢秘密。人家很想被罚的。哦，是吗？他想被罚吗？他想被罚吗？我去找他。你是不是想做惩罚呀？我看你没破百，我就没让你做。可以做的，没关系的啊，我可以。就是这个不就是玩吗？是不是？是玩啊。那我来扎你。好的，音乐放起来。我来放。我也想搞这个造型。搞啊！说，是谁派你来和奴婢打 PK 的？说。是谁派你来勾引大哥的？说，你说呀！容嬷嬷，没有谁，是我的额娘让我来找皇上的。你家大哥为何不出手？是手机卡住了？说，嗯。听说你家大哥刚刚发了低保，刚刚得了拆迁款，为什么不偷他？说。啊，因为他被其他的小妖精勾搭跑了。好吧，等你家大哥回来再找我报仇吧。好了，我走了，小姐姐。好的，有空一起玩。好，你们又让我做惩罚，做完惩罚又说人家接不上，是不是非得这么尴尬一下干什么呢？你就说全网能跟上我节奏的有几个，是不是？你们看人家美女，看人家的颜值就好了，不要看人家的才艺了。扎他两个气球啊。我优秀吗？博哥，你这话说的，你说我优秀到底是哪里优秀啊？身高吗？口才吗？性格吗？
今晚还播吗？要看我们家180的哥哥喜不喜欢啊。180的哥哥让我播，我当然会播啊。180的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他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，他让我开播我不敢睡觉，他让我喝咖啡我不敢点奶茶，他有180哎，183啊，切掉3厘米，183有点高了，对不上。新来的宝贝儿不要害怕，我开玩笑的。南城，哎，我看一下南城在不在，我们能不能连上他啊？我们家400多个人，连家南城几万人的，有点冒昧吧。能，我连一下试试看。有，那这跟人家连 PK 去了，切掉3厘米。他啥时候空了？你们跟我说一声。正在 PK 中，上才艺，我在那找歌呢。我会的歌就那么几首，我也不知道弹什么了。啊，好久没有练新曲子了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河水不再流，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。我去学习一下，我是正牌的燕归巢。燕归巢不没谱子，你录个别的吧，好不好？咱们录一个那个吧，那个周杰伦的歌行不行？许嵩的歌我还真的弹的比较少。青花瓷啊，我看一下啊，那个伴奏好像不见了啊。有了，那我弹个青花瓷吧。因为我每次弹琵琶都会掉人，所以我现在我都不练琵琶了都。谢谢各位啊。为什么讨厌周董啊？周董可是松哥的偶像呢。感谢新缘会，谢谢莎拉姐在台湾，谢谢台湾的姐姐，感谢新月关注。欢迎花之丸。说我很搞笑，听谁说啊？谢谢，乖乖关注，咱们有人气票的，有墨镜的，咱们可以走一走啊！谢谢各位，感谢小鱼儿画无缺。
感谢宝贝儿，没办法呀，这个毕竟有审美品位的人低嘛，那走了就走了，那没有审美品位的人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啊，是吧？咱们有审美品位的人自然会留下。欢迎弟，谢谢弟，感谢弟的星星。连传音切磋一下，传音这会儿不在吧？不要做搞笑女，我就做，我喜欢。感谢张有才。你说啊，如果只是为了爱情不做搞笑女，那不是伪装自己吗？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审美品位达到一定境界的男人。你伪装自己去得来的爱情，他真的是爱情吗？他真的喜欢你吗？人家说喜欢一个人叫喜欢他的一切，你伪装自己得来的那不叫爱情，那叫荷尔蒙一拍即散呢。谢谢刚才我们家哥哥给我送上的墨镜啊，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，12:30去连他。传音好像白天不接麦耶，他是不是白天不接麦？现在更喜欢打野，因为跟熟人连其实连的差不多了，要是跟去打野的话反而会比较好玩一点。女王白天不在吧？女王只有晚上在。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千里情归，只愿天长地久。南城搞完没有？不知道啊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，我怎么连他呀？我一般都只跟认识的人连。只愿一生人儿紧相随。张靓颖唱《女儿国》，我还是觉得原版的好听啊。原版才是经典中的经典，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。 哎，我找到了《望凝眉》和晴雯歌，晴雯歌的伴奏。哎，晴雯歌我会的，我以前我们演出经常弹晴雯歌。今夜难寻彩云易散，心比天高，对，玉帝哥哥，玉帝哥哥，你为何不睁眼看看我？你要是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不信你能两眼空空。大家关注一下我，关注一下我。不要安排我，安排这个，安排那个。你连我的灯牌都没上，还来个白素贞。我们家哥哥都没说，我们家空空哥哥都没让我演白素贞。
你不要让我生气，不要让我发火，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安排我了。我直播有自己的节奏，来一个人都安排我，那我别播了，天天就为了去迎合你们吧，迎合到最后播了4个小时啊，一个灯牌都不给，哼，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才不会干。哦，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去年干了一年，今年不干了。感谢妈妈恨我关注啊，学容嬷不能。生微笑，周杰爱上我，我可谢谢他了，我真的谢谢他，我双 Q， 我特别双 Q， 双 Q 周杰爱上我。落英飞傍身，哎，你们觉得哪个音乐适合我啊？我放一首好汉歌吧，好不好？放一首好汉歌，好不好？适不适合我？我放一首好汉歌，我看看谁在安排我。我的专属 BGM。周杰挺帅的，但是周杰不是我的菜，我喜欢的是鲁智深那种类型的。感谢紫花地丁套马杆。晚上还播吗？看情况吧。如果有去年关注我的人的话，应该理解我在说什么。去年如果有关注我的话，应该就明白了今年我为什么会变得怼人。因为我活明白了，我觉得没必要。没有必要啊，你们倒好，拿着键盘在网上到处乱喷。我们在明，你在暗，你喷了没人说你没素质，我们说两句话就会被放大。OK? Who cares? 放大吧，我还有什么缺点？来，尽管告诉我，我放大给你看。谁在乎？哎呀，一二呀，嘿嘿一二。小燕子，刚刚跟他连过，宝贝儿。谢谢胖阿姨。漂亮点大病。搞清楚啊。我虽然是漂亮，可是我没有大病啊，我只是有点小病而已。讲话不要那么不客气。本喷子也喜欢喷子啊。听说东北的男儿个个有1米9，东北的男儿个个护老婆。我们家有没有东北呢？缺不缺老婆啊？扣一波一。牙齿上黑黑的，要不要抠出来给你吃啊？快到饭点了，是不是饿了？到处找饭吃。谢谢小云云关注我，小云云真有品味。可以呀、啊，给我刷一个华子，给你开美颜，给你关美颜。啥都不给还想看关美颜，感情我直播间就听你安排吧，你交警吗？你下指挥。今年70多岁了，今年芳龄72，但是还没有绝经，放心爱。看到我后悔林心如演紫薇，有你更加火。怎么会呢？我只能演搞笑版呢，要不是有林心如的珠玉在前，我怎么会有这么多发挥空间，这么多梗给我玩呢？谢谢老公送上的娶你回家。老公你看，说老公老公到，老公快给他们证明一下，搞笑女也有帅哥喜欢的，高端的帅哥往往喜欢有趣的灵魂和搞笑的和漂亮的皮囊。快去你们点开我们家峰哥的头像看看，是不是帅哥？都
说了，我们这种境界的女人已经不是你们所能理解的了。什么爱不爱情的，爱情用嘴说的吗？我们的爱情就是内外兼修。想想我峰哥送的亲吻，我老公当然帅了。喂，有没有重庆的？我老公开了个潮牌店在重庆啊，快点去关注一下他。好的，去吧，我就等会儿就接你放学。好好读书啊，一加一等于几学会了没有啊？晚上回来我可是要给你辅导作业的，辅导不完的话小心伺候。谢谢老公送的笔芯，感谢我们家新月会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就是那种喜欢帅哥知道吧，你不帅我就不喜欢你啊。我不可能因为你是我们家的男人我就对你刮目相看，首先你得帅你才能留住我。我的屁屁港台口音，我就是港台 乡下的口音吗？我们是香港农村的口音啊，听不出来吗？他真的很帅，你们去看一下李俊峰，真的很帅的，比我平时连的，我平时没连过啊，不要乱说啊，我没有连过帅哥的，我只连李俊峰。我平时怎么可能会连帅哥呢？我们家峰哥不直播，我是没有人连的。那我如何岂不是入不了你的眼？你都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你先来当一下我的榜一。重庆哪里的？他的潮牌店好像是开在开在解放碑吧，好像是人最多的地方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，不行啊，不能放这个歌了，太搞笑了，换一个唢呐版吧。谢谢莹莹，感谢小耳朵。这个 BGM 是不是很适合我？我跟你们说，我关注的帅哥可多了呢，喜欢我的帅哥也可多了呢，我在纠结到底选哪一个。你们还在说搞笑女没有爱情吗？哼，幼稚。长得丑又搞笑的才没有爱情，我们漂亮的叫幽默。富婆有老公了，天哪，富婆性别卡的死不死啊？我可以吗？富婆性别别卡那么死，我可以，我可以为了你弯一下。谢谢富婆宠爱。哎呀，一二呀，不要说我的性别卡的死了，主要看你够不够富。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有钱能使直变弯。哎，网上有一个很火的视频，那个男的被那个胖子富婆扇耳朵，那个让他喝大补汤的叫什么名字来着？你们还记得吗？我忘了，我以前刷到过，就是一个帅哥被一个胖子富婆扇耳朵，然后让他喝大补汤，说要不是看你身体好，我能留你到现在。那个叫什么名字的忘记了。富婆啊，我不是男人，你不要喂我喝大补汤哦。对，就是那个电影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跟你说，富婆挺难伺候的，特别是那个年纪大的富婆最难伺候了。我们家的小狗可能没那么丑。你要是有个300斤，当然了，如果你钱多的话，你300斤也可以。富婆，
你真的是富婆吗？你这个小卤子日常，你看你这个头像，你毕业了吗？你就富婆啊？你大学毕业了没有？谢三天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嘿嘿嘿哟嘿呀，嘿嘿嘿哟嘿呀，嘿呀，我没有见过富婆啊，所以让我见识一下嘛。富婆，我去打个野，你能不能帮我宠爱我一下？找不到那个鬼链接，你去搜一下富婆。富婆喂药，富婆大补汤。嘿呀，一儿呀，嘿嘿，一儿呀。那个看上去像电视剧一样。哥哥，下午好。Hello. 吃饭了没有？有没有喝热水啊？好好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有没有喝热水啊？天气凉了，多穿点衣服。还行，我肚子不疼，我喝什么热水呀、啊？好久不见了，怎么换到酒店去播了？对呀、啊，这不来见我这个女朋友吗？我来这半个月了，堵她，她也不见我。你女朋友在无锡啊？对对。不如往苏州挪一挪喽。苏州？啊，这不就我们的故事，这不就开始了吗？OK OK， 那我们可以来一把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嗯，来一把什么呢？你给我们表演才艺。我可以点歌吗？ Okay, okay. 可以哦。我最近很喜欢听那首歌，《爱上你是一个错》，你会唱吗？爱上你是一个错，可以。你会啊？谁唱的？叫做什么培杨培安。最近很火的这个歌，是一个老歌，最近突然间火了。谢谢熊大，可以。哎，就这个，给我唱，深情款款的看着我唱。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，此苦是情关最让人难受。是的。也许我命中注定，情海中颠簸。好，输了唱这个，我输了给你表演我的绝活。Okay.行，那我闭麦了。好的。他跑到无锡去找女朋友，搞什么玩笑哦？苏州这么近，他都不知道来，叫他们打他。谢谢熊大，谢谢宝贝儿。哎嘿嘿嘿，谢谢婷婷，想臣服啊，臣服太不温柔了，让他罚我唱这个情歌。这个歌最近很火，不是土味，是很火。最近那个什么引入尘烟那个电影啊，把这首歌带火了。这个电影都剪的是这个歌，没有闭麦。好讨厌，你们这些人为什么都不闭我的麦？谢谢波波小兔子大啤酒。闭了。谢谢梦禅，感谢松松。他房间有人吧？他是不是有人？谢谢探险者，谢谢梦禅。家人们，谁去对面帮我看他们家条件怎么样？实在不行，我现在就跑了。实在不行，我就跑了。我撤了，我十二点要退房。你们真的是段子手啊。是不是人家保洁阿姨喊他退房？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，嘿呀一二呀，快点帮我打他。不咋地啊，续中。笑死我了，你们真的跟看我直播看久了，你们都变成段子手了，是不是？富婆，你不是帮我冲的吗？富婆，他就是唱歌的歌手，真的，我罚他都是罚他们的才艺。
我不给你们整些虚的，什么做深蹲啊什么东西的，我们玩就玩才艺，他真的是个唱歌的，很好听的。太吵了，赶快退房。谢谢金红，谢谢探险者关注啊。咱们能破个百吗？咱不丢人好不好？不破个百吗？哥哥姐姐，咱能帮忙破个百吗？感谢鹿角，感谢鹿角海棠关注我，谢谢探险者，谢谢王文博，谢谢星星，感谢雨水。咱们还差142名团员，我靠，这抖音怎么给我搞这么大的任务？一二呀，嘿嘿嘿嘿，一二呀。多谢我的狮子哥呀，给我一个大火箭呀，这个火箭我好喜欢，给我一个嘿呦嘿呀，谢谢狮子哥哥，谢谢狮子哥威武霸气，狮子哥咱们公屏扣一波，狮子哥威武霸气一路大发，谢谢我狮子哥，感谢旭鱼，谢谢吃吃猪猪，感谢 baby， 谢谢小鱼儿，嘿。但是石子哥你上的有点早了，他就给了他时间投塔。石子哥你上的太早了，你是不是忙着下播啊？我们给了他时间投塔了，现在拉票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石子哥哥人比较忙，他可能就是上完他就跑了。感谢狮子哥送来的火箭，嘿呀，一二呀，狮子哥最屌啊，一二呀，我的狮子哥是最屌的。谢谢未曾可知，感谢向远迷离，有没有哥哥姐姐守一下，咱们给了他时间投塔。谢谢未曾可知的大啤酒，感谢向远迷离，谢谢关注，咱们管理员公屏扣一波，感谢狮子哥，谢谢莫失莫忘的大啤酒，感谢梓潼，还有三十秒，哥哥姐姐咱们最后帮忙守一守啊，最后不守塔前面都白打了，不能让我们家十字哥哥白打，那个富婆就是打嘴炮的，富婆打嘴炮呢，所以还是说男人的话才好才是真心的，女人话都打嘴炮，女人的话不能听的，女人的嘴骗人的鬼，还说爱我，你的爱到哪里去了？完了，他对面会偷呢，对面会偷呢。感谢博小，谢谢。这富婆也有手机卡屏的时候啊！谢谢狮子哥，感谢博香，谢谢庭行、探险、木山、晨晨、笨笨、王文博、尹婷，加油二宝！谢谢哥哥姐姐。谢谢。看来你去无锡找的那个富婆手机卡了，没给你通躺。养来苏州吧，我养你啊。关键那你家那个最屌的榜一大哥我咋去呀、啊、我不敢。他已经有六个老婆了，不缺我一个。行，那我给你唱了。好的，要注入感情哦。我好像不太会唱。你浅唱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来展示身材了这。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，这故事情关最让人难受。也许我命中注定，情海中颠簸。好听哎。为你我付出这么的多，却让我疼到有苦不能说。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扑向我，请你告诉我爱上一个错，别让我失魂落魄做了梦，解开我的困惑，抽起你的光波，你自然心这样做，请你告诉我爱上一个错，别让我慢慢上演手机梦，伤痛已经的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好听好听，我们喜欢
李向阳可以给他点点关注啊，唱歌非常好听，这个歌他可能不熟，但是很好听，很好听。这个词太长了，我的嘴都就是唱不过来那。而且这个歌是老歌，很老了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喜欢这样的歌呢？这个歌最近有点火，我刷十条视频，有八条都是他。那这样可以吗？就咱们再来一把，可不可以？你要罚我啥呀？你要报仇吗？对，因为我这样的，我给你，你现在你声音很好听，然后了，家人们，咱俩好长时间没来了，我们家人有的基本不认识你，就是咱们的惩罚，你随便给你周边的酒店打个电话订个房间，然后你说你有，对，你有另外的手机吗？有。然后你给你周边的电这个酒店打个电话，然后你就说你要订个房间，然后他呢肯定会说可以。你说你那边方便停车吗？他说可以停车。你说我那个车是头驴，你能帮我拴一下吗？或者是找一个人 ？OK， 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好吧。那你输了也打这个。OK。可以。那咱俩过程的时候，过程的时候你喜欢这么喜欢听我唱歌的话，那我就给你来一首歌，我喜欢唱的，平时喜欢唱的，然后唱给你听哈。好。然后我唱完了，你给我来一段你的那个就是声音的，行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。来，来，来，我先把我手机拿过来啊。好。我媳妇来了，我怕谁？又走了吗？人生风景在游走，每当孤独我。谢谢兔子，感谢凯宝，谢谢星寒，咱们有票走一走。喜怒哀怒我伸手，只为有你在天涯尽头等着我。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？真唱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，别笑我懦弱，我始终不能猜透，为何人生淡薄。江南意义，对面大哥，感谢我家最屌大哥。来吧来吧，那个乔妞，你来展示。好，感谢好哥哥啊。先给你们来一段哆啦 A 梦吧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好的。我要来舞入一下我们家的榜一。好的好的。十字哥哥，你真的好讨厌，真是对你没有办法。你就是喜欢唱歌好听的男生，所以他唱一首歌就把你的大火箭给变走了。我们家大熊都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。十字哥，你是不是手里面没有墨镜，没有跑车，只有大火箭呢？这个穿粉红色衣服的男人真的好讨厌，仗着自己长得帅，唱歌好听，就在那边疯狂散发自己的魅力。
真是拿你们没有办法了，不和你们玩了。呵呵呵，谢谢谢谢狮子哥拿我家，感谢狮子哥送上的抖音药。可是我们家还差几百票哦，还差几百票啊，还差一点点。你别说话，我该我唱歌了。谢谢大叔，感谢狮子哥。再回首，云遮断归期。再回首，轻轻一步，情也不会再有。难舍地球梦，曾经比你有的梦。今后要向谁说出是这个，过来再听一下是这个。别唱啦，不要唱啦，你真的好烦，我最后都不忍心打扰你拉票。这个男人真的好讨厌哦，穿着粉红色，我也穿粉色啊，为什么不爱我？打电话，打电话。打电话，然后要开免提吗？对，你要用你蜡笔小新的声音。用蜡笔小新啊。或者是用一个特别媚的女人的那种。好，我用一个很骚气的声音吧。啊，好，只要是那个。五哥喜欢的都行。好。嗯。问他什么来着？就是你好，你那个还有没有房间了？然后他说有，你说有标间还是大床？有没有总统套？他肯定说有。你说你那边停车方便吗？他肯定说方便。你说收费的还是付费的？他说免费的。然后呢，就不管说什么，你说这样，我那个车吧有点特殊，这个。我的是一头驴，你看能不能停，能不能拴啊？然后他要是说怎么样呢，你就说，他要说不能的话，你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把驴领我房间里面跟我一起睡？跟他怎么回复你？你要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好。酝酿一下的。实在不行，你就说驴是我老公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今天还有房吗？今天有的，你可以直接预定的。啊、哦，但是我看在携程上看到你们的那个房间，好像预定的话是要提前跟你们打电话的。也不是，主要是因为现在疫情嘛，就是看看确认一下你，就是说你的那个是不是中高风险地区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本地的。可以的。可是我要开车过去，你们那边停车收费吗？是这样子的，我们这里有停车场，但是呢，晚上有免费的，白一天是收费的。怎么还会收费啊？那么过分。但是没办法呀，我们是没办法，只能是这样子。哦，但是我的车有点特别，你们那边能不能让我停一下？有停车位，但是我们没有免费的停车场给你啊。哦，付钱没关系，主要是我的那个车是一头驴，能不能拴一下？哦，那没办法，我们这里没有拴驴的地方。没用啊，通融一下咯。不好意思，没有。那我能把它带房间去吗？也没办法。带房间也不行啊。对的，你可以让你的驴和你住一起，住在你自己的房间里。对呀、啊，就住我房间啊，我去开一间房嘛。你个人，你自己的家里。我要有家，还订什么酒店嘛？那就没办法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好吧，再见。然后又骂我的好不好？啊，好棒！我真的憋不住了。可以，那我们就，我还订了我们这边那个挺贵的那个酒店。
没事没事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嗯，然后我们就今天结束，明天继续，还是咱们来一个三局两胜的呢？嗯，不能，打不过你们家有点猛，明天再见吧。哥哥明天咱俩把惩罚先想好，明天咱们去给那个搓澡工打电话，浴池，咱们应聘搓澡的。我要用容嬷，我用紫薇的声音去，可以给我搓个背吗？不，你是搓澡的，咱俩是搓澡的。好吧，好的，好的，咱谢谢五哥，谢谢你家大哥啊、哦，感谢，我们家大哥很有牌面的，谢谢，好，辛苦了，祝你玩的开心，感谢，谢谢，祝你一路长虹、嗯，拜拜，打个电话道歉吧，我跟你们讲，他们这种开酒店的，每天什么奇葩电话都有的，不在乎不缺我们一个，被拉黑了又不能去这家。哎呀，你就让我说驴，我真的受不了。谢谢十字哥，十字哥，你那个辛苦十字哥了。节目效果，对，都是节目效果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以前还玩过什么？我们以前还玩过用宋丹丹的声音打电话去订房间，然后人家说你们两个人可以住一个标间，然后那个用宋丹丹的声音说不行啊，我们就要大床房，要四个人住，要住一个大床房，四个人住一个大床房，用宋丹丹的声音。驴之前挂掉，这你得找骂的，不会的，人家就是接一个电话而已啊，从头到尾就一分钟嘛，一分钟。你要刻意打电话过去跟人家道歉，反而会觉得有什么，对吧？谢谢十字哥，来一段，来什么？十字哥正常都不在公屏上打字的。十字哥，要不给你来一段蜡笔小新？不行啊，我们家十字哥格局那么大，见识那么多，也不在乎我的蜡笔小新啊。宋丹丹不是我，以前跟我打 PK 有一个宋丹丹，他会宋丹丹。有一花钱瓷盒，那个他就打电用这个声音去打电话订大床房，笑死我了。十字哥可能用手写，十字哥你辛苦了，你真的辛苦了。哎呀，点错了，取消。感谢小乔，谢谢小乔灯牌。紫薇的，我现在就是紫薇啊。谢谢饭团。天哪，我现在还沉浸在上一个电话里面。乾坤哥，你公屏上说句话呗。十字哥不说话，你就说句话呗。乾坤哥有一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，我放给你听吧。白银霜没什么特别的，还在想我的驴，我确实有点想我的驴。感谢追随幸福，谢谢饭团。就这个歌啊，屠洪刚的，是不是我这里的歌比陆小西要高级一点？陆小西只会放什么吉祥三宝啊。看一下我们的歌多么霸气。欢迎莲子，莲子你在摸鱼吗？怎么不开播啊？哎，你说人家打 PK 能玩这么大的有几个呢？打电话去 PK。 芦苇花，你打算怎么帮我啊？用键盘让我去打 PK 吗？做100个深蹲，打这么大，然后让我自己做是吧？小西让我给你送礼，稍等。你可拉倒吧你，还送我们华子，我去连个妖怪给你们看看。那我等你的华子哦。龙王大人，万福金安。哎呀，这是小燕子吗？我是嬷嬷，容嬷嬷。怕不怕我扎你啊？
哎呀，你怎么是容嬷嬷了？我看你像个小燕子。我是容嬷嬷啊，我可不是那娇滴滴的小燕子，我有的是把你龙头给扎下来的力气和手段。你可不知道本王的厉害啊！好啊，输了你就给我演跳个舞吧，龙王，钢管舞会不会跳？就是这样的啊。啊，对对，哥哥喜欢看啊。好，行。你若输了，你给咱们来什么才艺啊？我给你上绝活。我给你表演一段声优吧。好，嗯，好。龙王在龙宫里跳跳钢管舞。嗯，好，咱们闭麦。好，龙王跳钢管舞。谢谢波波小兔子。来，那个说要给我上华子的人呢？欢迎铁柱。哟，12级胖喵家都12级灯牌了，这么厉害，到我家只给我送2个星星，哼！那个说要给我送华子的人呢？人去哪里了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平时讲话也这样，我平时讲话要这样的话，那我早就活不到这么大了。我能活到70多岁吗？我早就被人打死了，我天天在路边上跟人家讲，你关不关注我啊？你真的好讨厌，好特别哦。谢谢寻寒，咱们活不到第20集，我活不过满月。我没有那种力量看望。谢谢小优啊，我这个只是在直播间演的一种效果。谢谢喜欢，大家帮忙帮忙投一波，帮忙打打票吧，散票也行。哇，谢谢乾坤哥，我天哪！乾坤哥哥，谢谢你的孔雀。谢谢乾坤哥哥孔雀，谢谢电信，谢谢我乾坤哥。那个说华子的人呢？你看看人家乾坤哥的格局，乾坤哥从来不给我画饼，他要么不来，一来说上就上。那些给我画大饼的呢？那个富婆呢？啊？那个说给我上华子的人呢？你们真的是无情、无耻、无理取闹！皇后娘娘过来掌他的嘴，过来教训教训他。咱们扣一波，扣一波，乾坤哥威武霸气。谢谢电信麦子，谢谢任星星，感谢蛋壳，谢谢红太狼。就要去印度，那饼会飞。学到了，学到了，下次再有人跟我画饼，我就说你去，你咋不去印度？那里的饼会飞呀、啊，尔康，你为什么不去印度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消化不了，我消化不了你的饼啊！我肠胃弱，医生说我只能吃软饭，我不能吃大饼。你这么屌，你这么厉害，你怎么不去印度？印度那边连老婆都不用找，找个蜥蜴就可以了。谢谢冷漠之冰啊，还我在 KTV 蹦迪。谢谢宝贝儿，把皇后的头嘎了去。感谢小趴菜点赞王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谢谢莫不惜奶茶。谢谢飘金，谢谢点赞，感谢梅子。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啊？这一把有没有可能被反超？有没有可能被反超？被龙王偷糖？那龙王这个钢管舞岂不是跳定了？辛苦各位了，
笑死我了，龙王要给你们跳钢管舞了，宝贝儿，咱们准备好了没有啊？能不能 hold 得住啊？所谓乾坤哥哥这么霸气，我们家乾坤哥哥十字哥都是很霸气的。我们给榜一哥哥、榜二哥哥、榜三哥哥点点关注吧。你榜三，你好意思吗？这榜三，啊？榜三是谁啊？希尔？哦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希尔是我们家的姐姐，姐姐不姐姐姐姐不算啊，姐姐不算。榜一、榜二给榜一、榜二点点关注啊！我还以为榜三是个男的，是个男的，我好好奚落他一番。希尔姐姐很好，我们关注一下希尔姐姐。谢谢用户手机关机，感谢关注我，谢谢牛奶巧克力。谢谢草莓线，哟，感谢我乾坤哥，谢谢波香，谢谢电信，谢谢任心冷漠雨欣小桃凯跑趴菜不期而遇。没想到对面还偷了一下，还偷了一下他。我喝的黑咖啡不是酸梅汤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们是任何带甜的东西都不能喝，只能喝一些咖啡啊之类的。这个谢谢所有家人们，谢谢。别走，乾坤哥别走，咱们看完才艺再走。龙王，请展示你的才艺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个我们这龙嬷嬷果然是狠呐 啊！龙王，请展示你的才艺吧。这龙嬷嬷果然是狠呐 啊！龙王，请展示你的才艺吧。这龙嬷嬷怎么有回声呢？果然是狠呐。龙王的钢管舞，春晚都不敢不能有的节目，家人们。这减肥不能喝甜。跳什么什么音乐好啊？小野猫吧，小野龙，真是一只小野龙。好。龙王拿那个钢管跳，拿钢管跳，在你那个虾兵蟹将身边绕一圈。你看那个虾兵有点紧张的表情，好紧张。后面那个小哥哥好害羞啊，拉着他再跳一下。他们还没有看过宝宝如此的性感。好性感的龙。谢谢谢谢，辛苦辛苦辛苦龙王，辛苦你后面那个小龙虾了。这小龙虾喜欢本王给你打包。不用了不用了，他太害羞了，不适合我。是吗？在我们直播间可是玩得很大的。龙王一路长虹，辛苦，祝你们家的祝你们家的哥哥姐姐玩得开心。好的好的，再见。欢送欢送。他是从哪儿找来这么多群众演员？就打了3000票，100多块钱，够分吗？不像我啊，我们家所有的收入都是我一个人，搞那么多群众演员干什么？又没有我们家乾坤和十字这么大格局的哥哥。要不要要群众演员干什么？看我这套衣服，为什么显得我头那么大呀？站起来。能
看我擦边。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头那么大？我站起来，站起来显得我头好大，是这个头发，头发做的太那个什么了吗？坐着的时候不觉得，站起来觉得头好大。我头不大，我肩宽。不是这个，因为这个假发是我新做的，然后他前面垫了一个发包，本来紫薇没有这么高的发包，我垫了一个发包。这最怀中直到他变了。我肩宽，肩宽，然后胸大就会很吃亏。就这种身材的人很吃亏，哪怕你本身你腿很瘦，但是你胸大，因为上镜的话，你其实上半身瘦会比较占优势。有的人他是下半身胖，有的人上半身胖。你上半身瘦，你下面也看不到啊，对吧？人家就会觉得你很瘦。但是我的腿细，但是我的上身胖，就肩宽胸大，就显得上半身很难看。请你告诉我，爱上你是一个错。你那墩子真高端，哪个墩子啊？凳子啊？引领慢摇，新时尚，一起就爱下班 ，Remix。链接，想什么呢？你买得起吗？4.5块一张，很贵的。不要什么都想和我一样拥有同款，你的气质跟上了吗？穿，你坐上我这个椅子也当不了主播。不要企图跟我一样拥有这么高的人气，你就算买了同款椅子又怎么样呢？谢谢有钱女朋友。不吃午饭了。谢谢豆豆。一天坐这个凳子。你往下面就屁股上你穿个裤子，穿个裤子就不割屁股了。你天夏天的时候你要就穿个短裤，然后起来的时候那个上面全是印子，就搞得好痛好疼。你到冬天就好了。那我今天把裤子穿上了就不会了，里面垫点棉花。晚上不播吗？晚上播啊。我要把我这个凳子挂链接。啤酒摊专用烧烤灯，4.5块，4.5块，全场4.5块。谢谢燕燕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买这个凳子吧？因为这个凳子它你不会那么重，那么重有时候你要走啊干嘛的，把它踢开是吧？你要有这个空间给你做惩罚的时候，那个大凳子就很麻烦，特别麻烦。品牌方，这个凳子还有品牌，这搞什么？弹琴吗？好吧，给你们来个弹琴吧。4.5块的凳子不配喝冰美式。别乱说嘛，我都说我不配喝冰美式，哼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我们家是什么经济条件。你给我等着，这个冰美式我已经喝得差不多了。
哎，我点了两份，没想到吧？哼，这一份是深椰拿铁，无糖的哦，喝了也不会胖哦。我点两个，哎，我喝一杯，我扔一杯。看不起我家凳子是吧？你拥有同款吗？你坐过吗？感受过它的温度吗？有人甘愿为你付款而不跟你要钱吗？你闻过花香吗？你感受过大哥的宠爱吗？还想跟我一起拥有同款凳子？喝多了想上厕所，那你接个导尿管啊，直接倒到厕所里去啊。还是美式好喝。强牛你没事吗？我能有啥事儿？我能有啥事儿？我的医院都看过，医生都让我出院了，你咋那么操心我？这不叫口红印，这叫男人的间接性的口红印。这个口红印我是从另外一个男人嘴上传过来的，他有男人的温度。感受到他的180了吗？感受到他180的身高了吗？一句话成功引起你的注意。主要是我想借着你这句话来把我这杯咖啡引出来啊，给你们表演一个紫薇喝咖啡好不好？尔康，你看这个咖啡24块钱，那么高端，那么大气，那么上档次，可是我不配合他，我只有4.5块的凳子，这个凳子坐得我屁股好痛，他那么廉价，那么便宜，那么 low， 我怎么配合这么好喝的咖啡呢？可是大家在质疑我的财力，质疑我的经济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同意的。那么今天我就浅嘬一口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土豪，什么叫做富婆。咖啡要点两个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要是经济允许点4个，喝2个扔2个，浅嘬一口啊，小燕子，这个咖啡真的好好喝，我真的好想拥有它。边喝边看星星月亮看太阳，你们家星星月亮太阳同时出现在星空吗？同时出现在天上，这么厉害，你住哪儿啊？就会让所有女人，不会，我们家全部都是女生，女生会比较喜欢搞笑的女生，反而是男生不来。男生就是很查理查气的，可是我又不能去查，你说我这个声音啊，谁查得过我？可是我不能查呀，我查会失去我们家姐姐的。大概3-5年了，哇，好厉害哦，我这个账号才2年多你就关注我3-5年了。去印度吧，印度的饼会飞，我这话接受不了你的大饼。你这饼啊，飞到苏州来了。谢谢创意气球，感谢南向的猫。去打 PK 吧，100个蹲起。真的假的，楠楠？真的假的？你可不能骗我啊，我老是被他们骗。那我找一个好打的，去找小燕子。谢谢吹牛打个草稿，
比方他顺眼多了。谢谢李李，怎么不连我呀？我等你下播呢。我准备下播了，我再跟他们聊天。我今天就连了你一把，我谁也没打 PK。打吧，再打一把，让哥哥姐姐把底裤掏出来。底裤掏出来可还行啊？嗯，哎，你输了，给我们演那个喝水论。好，喝水论啊。嗯，我输了，给你上我的才艺。那咱们家的哥哥们可得众筹一下了。我们家哥哥姐姐说了，来了，我输了做100个蹲起，你输了给我演喝水论。这，我怎么可以让我们紫薇妹妹做100个蹲起？这样子才能刺激哥哥上票吗？一看小燕子就是没有心机的人。紫薇妹妹柔柔弱弱的。我不柔弱，我还有二头肌，看到没有？我有二头肌。这是胸口的刀伤好了吗？没有，我的心口有情伤，没有刀伤。好的，是我们家姐姐哥哥伤的我。这样吗？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要对我们妹妹手下留情。紫薇妹妹伤还没好呢，不要再来情伤了。谢谢南下，小燕子真的好可爱。好心疼啊、两个人性格反了，我们俩性格反了吧。你应该是那个我在秀我的二头肌。哎呦，二头肌啊，录不上去呀。这哎我有二头肌。小燕子和紫薇比二头肌。周嬷嬷来了。姐姐，我把二头肌都秀出来了，能不能让我赢一把？我不管，这要看我们家的阿哥们同不同意啊。咱们是这一把呢还是下一把呀？就这一把。这一把打一下，加成加成。谢谢夫妇，感谢防飞奇遇。咱们29位成员加成打一打。完了，谢谢夫妇，欢迎鬼吹灯，咱们站一站吧，打一下加成，打一下加成。这妹妹要那啥了。咱们俩哎，你白天都不打 PK 的吗，小燕子？我基本上不怎么打 PK。为什么？我就是今天接了你一把，我感觉我人还没认全呢，现在都是。谢谢南下，人还没认全，打着打着就认识了。谢谢我小兔子的点亮。快点看看我的二头肌，你们快给我上二头，不是给我上礼物，我有二头肌。啊，这是要把我打趴下了呀。谢谢，看到卢比的二头肌没有？各位小仙女，感谢我们三少。卢比用我的二头肌拿着钢针。三人吃票，咱们有的可以送一送啊，这里有免费的，咱们有的可以送一下，没关系的啊，谢谢，免费的可以送一送。打一把吧，这还有249元完不成了呢。小燕子，我们来了。放肆，小燕子，小燕子，拿出你《还珠格格》的气魄。主要是没有气魄了，这小燕子。我们绝不能低头，就算最后只打出5票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哥哥们，他瞧不起我们，瞧不起我们。我们冲一冲啊！哥哥姐姐，我要做100个深蹲呢，我要做100个蹲起。血条没了，血条没了，我们血条没了，还有1分30秒。谢谢南向的花猫。我们血条都没了呢，嗯。冲一冲啊！冲一冲、啊！来，我们闭麦拉票了，闭麦拉票。谢谢南向花猫。100个10的蹲蠢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老子是撸铁女啊，100个深蹲算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我背着60公斤的杠铃我都能蹲，这徒手蹲100个深蹲，哼，太看不起人了。再说了，我们家哥哥姐姐是不会让我输的。谢谢哪吒闹海，谢谢背一袋大米，一袋大米才多重？一袋大米沉死了20公斤。姐姐，楠楠姐姐，你说让我去打 PK 那人呢？谢谢，请叫我靓仔。但是背六十公斤的东西，我们是做组，不是一次性，是做组，一组做15个，然后做6组这样子。咖啡，会的，会，对面会偷塔的，对面会偷塔的。谢谢哪吒闹海。今天是我们家姐姐出来让我打的，没有姐姐我哪敢出来挑衅别人呢。谢谢南下的呀，姐姐，最后10秒钟了，哥哥姐姐守一下，哥哥姐姐守一下。那个富婆呢？那
有个富婆让我打一百个蹲起的富婆呢，你人呢？啊？哎，拜托，那首先咱们感谢，把这个真诚的感谢给到咱们南向。首先，咱们就是祝福南向早生贵子，白头偕老。咱们感谢哪吒、芳菲、小晴、阿雄、敖哥、冷漠、有钱、惊鸿、彗星。其次，那个四十多级的大姐呢？要怎么读了？谢谢我们大美，谢谢我们丫头，谢谢我们用户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的二头肌，白秀的，我的二头肌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我的二头肌没有？妹妹，给我等着。现在有点强壮，你给我等着。有点竖起来了，可能打不过也正常。哥哥，对不起，刚才那不是我。没飞起来嘛？咱们开个麦啊，开个麦。幸亏你现在才开麦，刚才我发火的时候没有看见。那你这肱二头肌我都看见了，这么发达。是的，我的臀大肌更发达。啊，这样吗？这能看吗？不开会员能看吗？不能，不能看，会封号的。不能看。哦，这样吗？大家都去开一个会员，去紫薇妹妹那里开一个会员，看那个臀大肌。去开一个会员，看臀大肌了。小燕子，你把那个喝水论，人都要。那个把它那个水改成臀大肌好不好，或者二头肌。臀大肌要喝水吗？人都要练二头肌。我还没喝呢，可以随便创造。对，你把喝水改成练二头肌。好，录屏录屏啊，录屏，等一下录个屏。我来展示我的二头肌来。录个屏录个屏，等一下啊。来了啊，来了啊，喝水论来了啊，不是喝腿论，不是喝水论，是臀大肌论。我们这是肱二头肌啊。咱们没给哥哥点关注的先点一个关注，没给咱紫薇妹妹的点关注也先点一个关注啊，我怕你们一会儿跑了。来，我们的臀大肌论来了啊，这个哎呀妈哎呀妈，这还在练着呢。好，来了啊，这快人。这早上要练臀大肌啊，这中午要练臀大肌啊，这晚上呢还要练臀大肌啊，这男人要练臀大肌啊，这女人要练臀大肌啊，这紫薇妹妹也要练臀大肌，小燕子也要练臀大肌，这是二头肌啊，二头肌，你说的臀大肌啊，啊，练二头肌啊，换成二头肌吧，二头肌，臀大肌，二头肌吧，二头肌，谢谢观众。要练肱二头肌，二头肌啊，咱们春天要练这二头肌啊，咱们夏天也要练这二头肌啊，咱们冬天也要练这二头肌啊，咱们秋天也要练这二头肌啊，咱们老人要练二头肌，咱们小孩还要练二头肌啊，咱们家的我看看啊，咱们家的谁呀、啊？咱们家的八大碗要练二头肌啊，榜一要练二头肌，哪吒要练二头肌啊，咱们家的雪姑娘要练二头肌啊，咱们家的三少也要练二头肌啊，把臀大肌也练一练。咱们紫薇妹妹家的榜一要练二头肌啊，榜二要练二头肌，榜三要练臀大肌，榜四要练臀小肌，榜五要练小腹肌，榜六要练八块大腹肌，都给我练起来啊，练起来啊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练起来。小燕子的这个二头肌论，打死了孔老夫子，也赶走了榜一。是的，也赶走了榜一，还冲了这龙王庙。好了，辛苦了，小燕子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辛苦不辛苦，命苦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咱们给紫薇妹妹点一点关注啊！感谢我们家人给小燕子点点关注。谢谢我的俏妞姐姐。好了，我走了，一路长虹。啊，一路长虹。小燕子，臀小鸡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谢谢我们家的哥哥，谢谢，感谢你们送上的灯牌，感谢你们送上的礼物，咱们来一个才艺，一首雨蝶送给大家。谢谢用户。应该是小腿。谢谢周周。
感谢科目二，这个有一丢丢难呐、啊，肯定瘦啊，天天打 PK 能不瘦吗？谢谢我们家南向的猫猫，感谢我们家哥哥姐姐，谢谢你们每一位对我的支持，你们送上的每一个人气票票我都会记在心里面的，搞笑就是我的加分项呢。点点关注啊，九二七生日庆啊，那我九二七给你一个惊喜吧，谢谢香妃娘娘，感谢你的灯牌，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我们家香妃娘娘送上的纸鹤，我们给香妃娘娘点点关注哦，你们不要说我正经啊，我搞笑的时候你们老是咒我没有爱情，那我正经的时候你们又说正经不习惯，你们到底想干嘛啊，你们就想看着我一辈子孤独终老，你们就想看着我的美貌，看着我的才艺，没有人传承，是不是？我只是想找一个180、180、180的帅哥，生六个孩子，我有什么错？生日快乐！他还没生日呢，927，还有26天呢，不着急，我们好好想想怎么给香妃娘娘一个生日惊喜。927生日庆。那我的生日还有4个月呢，怎么办？我都想去搞一个生日会啊！我要是搞生日庆，你们会来吗？谢谢红太狼宝妈，感谢家人们关注，谢谢家人们点赞。计划生育这么严重，喂，你们要是咒我找不到180的帅哥，我就让你们家的老婆，让你们家的老公变成蝴蝶飞走。送香妃娘，香妃娘娘不缺男人，我才缺。香妃娘娘怎么会缺男人呢？蒙丹不是吗？皇阿玛不是吗？香妃娘娘好多呢，缺男人的是我啊。3胎生6个很正常。我老公连我，老公，老婆，干什么连我啊？想我了吗？对。我现在在学校里面呢，你才开学啊？天哪！我刚那个，你什么时候？你到下午的时候过来接我一下，你早点下播。我今天4点下那个放学。可是我不是给你报了课外班吗？你不上课外班了吗？妈妈，不要妈妈！我给你报了一个策马班，骑马班。就是那个爸爸的爸爸像是爷爷那个马，你输了给我们演一段好不好？好的。不行，太便宜你了。我靠，那个还便宜，那很难的好不好？你输了，把腹肌露出来，把腹肌露出来。真的是，你把腹肌露出来给我们骑马。爸爸的爸爸不行，我上的漏了，我上漏了，他被抬出3天。
那你私下给我看好不好？这个是可以的。有没有臀大肌看啊？那我不先把裤子给脱了。好，你输了，给我们表演一个策马奔腾。我输了，表演那个策马奔腾；你输了，表演那匹马。欢迎神秘人。哎，你表演策马奔腾，你有词儿的，不是给你演，就是你要说爸爸的爸爸是爷爷，俊峰的老婆是俏妞。行，可以。然后你输了，你表演那匹马。行吧，我想想看怎么演。行，可以。行，哎，这样吧，你输了表演，你输了表演容嬷嬷骑马，第一次骑马。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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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觉得可以。输了把他寄给我，不行啊，他是我第七个老公啊，输给你，那我这个位置要空开了，我还得再找一个。闭麦了啊，宝贝。嗯，闭麦，要不然我一周都得有一天要休息呢，很无聊的。香妃娘娘，咱们只要不抢男人，咱们还是好朋友。谢谢玲玲，感谢玲玲。我好不容易找了七个男人，一周七天。我不想休息，我一天都不想休息。为你分担一下，香妃娘娘，我的花呗还不上了，替我分担一下。男人就不用了，不劳您费心了。谢谢夏末，来姨妈了咋办？放肆！什么姨妈？这么不识抬举，这么没眼力劲儿。把他拖到众人府去，赏他七十大板。敢来也不看看什么时候。写写 AA 的灯牌，咱就说这种啊，这八竿子打不着的这种远房亲戚，来什么不好，来姨妈。谢谢苏州哥哥，谢谢。赶紧起床，你还没起床啊，我的妈呀，香妃娘娘，我今天六点就起床了，早上吃了个早饭就赶快开播了，忙着搞钱，不是搞才艺啊，忙着展示魅力而已啊，不搞钱怎么展示魅力。我每天早上我浑身的艺术细菌在床上就开始躁动，根本没法入睡啊。醒醒夏末的星星，看容嬷嬷骑马，你放心吧，让我赢。他演的时候，我来跟他一起演。让我赢，让我赢！早起扎香妃，我突然想到一个段子：容嬷嬷叫你起床，天亮了，咱们又要搬砖了。谢谢夏末，还睡。睡，奴婢让你睡。你叫皇上，你叫12个也没有用。12个老板让你起床，你就得起床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有2分钟了，哥哥姐姐，咱们偷一下。我要不录一个容嬷嬷叫你起床的。视频，你们拿去设置成你的起床铃声好不好？谢谢言不了，感谢皇父结成通讯录，谢谢丽丽。天哪，香妃娘娘居然是我的榜一啊！这还让不让我过了？现在我的榜一是香妃娘娘，那我还怎么砸她？感谢黑咖啡。想不出答案，聚光灯照在了头上，谢谢真心小侠，感谢黑咖啡，谢谢杨公子。感谢杨公子，真心小侠，谢黑咖啡，感谢 Stephanie。为什么不理你？我告诉你为什么不理你，因为刚才有一个叫楠楠的人，他忽悠我去打 PK， 让我打100个深蹲，结果他跑了。
再说了，你还没有加我家粉丝牌呢，我是看不见你的，有点那啥。我早上起床，我懒得吃饭了，我就点了两杯咖啡，就饱了。所以呀、啊，不要问我怎么减肥了，少喝少吃一点。你看看我去年肿得跟猪一样，我看我今年没钱吃饭呢。谢谢轻松啊，把钱都拿去点咖啡了，这不就瘦了吗？还有15秒，哥哥姐姐还有15秒、啊，救我，救救我 ，help hel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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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p。算了，看着他长得那么帅的份上，谢谢香妃娘娘，感谢你热气球，谢谢小华。香妃娘娘不用送了，太客气了，咱们都是主播，我回头还得还给你。谢谢夏木，谢谢言不了正气小侠，谢谢轻松米娅夏夫哪吒吉祥胡斯特你若盛开。你是不是全程没有逼我的麦啊？我逼了你的麦。那你笑什么啊？你们家人都在我家在帮都看着。你不用问一下。他们还过来跟我说，我刚刚说错词了，他们刚刚还跟我说，他说俊峰的老婆是俏溜，叫我这么说。你们竟然这么想看我眼容嬷嬷，那就别怪。别怪我今天晚上让你们睡不着觉了。反正现在12点多钟，可以的，可以。不就是策马吗？等我拿一下道具。他好帅，你去找他。你去吧，你去了，他也不会喜欢你的。欢迎欢迎。你去了，他也不会喜欢你的。欢迎我老婆小俏妞的那个的家人们来我家啊！反正就是他家和我家都是一家。一家人打得这么厉害，他已经名花有主了。告诉你，就算你去他家给他点关注，给他送华子，他也不会喜欢你的。你来了，欢迎大成。谁来？还有他家的，还有谁？来，我挨个来欢迎一下。啊，谢谢掌心向下。我们家人喜欢的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他啊。来搞个赛马，容嬷嬷骑马，这么变态，得是多变态的人想出这么变态的惩罚手段。你自己啊。哇哦，家人们，跟你们说一下啊，今儿个是奴，等会儿啊。我开个音响，要不然我这个话放打不开，听不见说话。继续欢迎南生生。今儿个是奴婢第一次骑马，拜俊峰所赐。俊峰，你长得那么帅，八块腹肌，两块胸肌，还有二头肌。混大吉，奴婢今天必须把你纳入后宫。晚上奴婢等着奴婢伺候你吧。驾，快，漂亮的马儿，带上奴婢，快去重庆把那风哥拿下。驾驾驾驾！抖爸爸提示我低俗。那个俏妞，容嬷嬷怎么那么会骑马哟？你真的是好厉害哟，好了不起哟！看到我的马鞭没有？练的啊！我不敢看，我想到了前天晚上。我也不要乱说啊！前天晚上那个不是你啊！前天晚上你下着大雨，你跪在地上说：“臣妾李俊峰是求见紫薇哥哥。”我都没理你啊。因为你在里面干嘛呢？你自己想一想，你在里面。臣妾挂耳家事，求见皇后娘娘。你在里面干嘛呢？我在里面策马。
测180。啊，你真的好好无趣哦，才180啊。啊，你多高啊？我当然比180高4公分啊。多少毫米啊？我当然比18再来个多一个加字呀。有没有图片呢？我是冠希兄吗？你没有图片，空口无凭，谁信你？欢迎静儿姐。不这样喽，给我证明一下。我一会儿下了播就拍一张给你甩过去。拍一张多没意思啊，直接过来。那我们先验个货嘛，高低。哎，你人都来了，就算是12厘米，我也可以。我想看你骑马，再来一局好不好？我想看你策马奔腾。你没有这个机会，我觉得。再来一下。那你输了干嘛呢？你说嘛，什么变态惩罚我都可以。你输了。我除了没有18厘米，什么都可以。你输了就表演一段第一次见18吧。你到底是看不起谁呢？啊？第一次开什么玩笑？啊，我天天见呢。对不起，那就第一次见22吧。昨天晚上一个179都被我拒绝了，不够。行，可来。你如果输的话，你就给我完了，不让我说这个话题。嗯，那我们就隐晦一点好了。你输了，你给我表演一个。先打完再说，我想一想。你输了就表演第一次看18+。你输了，给我表演一个，你悔恨自己没有18+，给我捶胸顿足。行，可以，我们家人高丽不可能让你这么得逞的，我告诉你。来，我不相信，我们家有姐姐来了，我们家有哥哥来了，来闭麦，100个蹲起没意思。咱们要注意一下这个言论啊，抖爸爸提示我了，咱正提示我两次，一次是我骑马的时候，一次是我刚才跟他谈条件的时候提示，咱们注意一下，真的，万一给我封了，我不让我播了怎么办？谢谢旭宇，感谢吸管儿，我来了又走了，没带别的手机怎么办？我的天，什么意思啊？谢谢，不要这样会掉粉的，悄悄掉呗，说的好像那帮粉我留着我有什么意义似的，动不动就掉粉。你们这些关注了人家然后又取关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像我关注别人我从来都不取关的，动不动就取关，那种不是真爱粉，那就别关注我了，你现在就给我取关，你也别等着我在那开车你再取关，你现在就取关吧，烦死了，咱们现实生活已经够压抑的了，在网上还不能放飞自我，天天这儿取关那取关的无聊。你看我关注人家我从来不会取关，除非那个人哈，就是他不正能量，他不那个违背底线，他做了一些违背他人设的事情，那我肯定会取关，对吧？他发表一些不当言论可能会取关，他侮辱中国我会取关，屁大的事儿就取关，真是无语。感谢掌心向下，谢谢你的星星点灯。底线就是不能做一些超越自己三观的事情，大是大非上咱们没有。有大哥大姐妹，有，谢谢掌心向下，谢谢 Stephanie， 感谢黄富。你喜欢一个主播，你不就喜欢他的这个人设吗？对不对？你在网上那么正经，谁看你啊？现实生活当中都是正经人，你有什么好看呢？我们在网上就要释放自我，咱们只要在底线之内释放自我都可以。什么？也给我关。是对面断了吗？请陈述你的人设。被抬头看，是对面说什么了吗？没有啊，不是，是对面说什么了吗？对面被抬走了，
没有没有没有电话，没有电话。是对面说什么了吗？谢谢掌心向下，感谢掌心下的星星点灯。我没有被抬走啊，对面说什么了吗？对面呢？谢谢掌心向下。你说了中国，他说了啥？侮辱我可以，但是不可以侮辱我的国家。你说我可以，你不可以说我们中国。中国最伟大。对面给抬走了是不是啊？无语。我们咱 PK 都断了，谢谢优乐美。对面呢，不能说直接被抬走，啥国啥家。中国可以说啊。瘦了好多，对，我瘦了好多。但是我已经很久，你赶紧看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二头肌啊。啊，我就练，好不容易把我的二头肌练出一点。哎呀，我太白了，看不见。我在网，我如果就是在灯光下是能看得见的。我有二头肌了。咱们就是那个什么吧，表演个才艺吧，咱不说那十八了，不说了，没意思。好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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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能说了，咱不说那些了。那手臂没你粗。我在练，我会把它练粗的，我会把我的